第一来练那个宝呗。嗯，我练了宝再去拍。啊，对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宝我们拿到了。这我感觉这个图应去你家了，那个粉红色。是 KO 键吗？还是啥？没看到。我看到地图上一个点，在这个位置。插气管。哦 ，KO 键，我的，哎呀。挂机了。变塔升本。那去你家了。哦，在这。骷髅叔，加速你那儿了，加速你那儿了。好的。妈的，一个大机，一个大机电工，真的。我把吼叫卖了。好，卖吧卖。我没格了，不然。KO 键在这儿。嗯，没事，这个剑圣在我这边。好好好，反正就拖着吧，就拖着。在我这了 ，KO 键。小心点。带着大血的，一个大血。没事，杀不了我了。看这边。我一再练这边。
没练，没练，没练。他应该升本了，那个这边二哥在说今年升了二本好了，他在造路，他可能会二发熊猫什么，二发应该是这种魔王。那小歪出来了，一起练。练着。还有叶子。没事。你要木吗？我木挺多。不要不要，我那个我上面慢点，我先做的力气。他回来了，科技回家了。给你了，我好多。坚持。科技还在我这边。哎，你 C 他，他就死了呀。他是大血。他刚才不是变的吗？没事没事。有个毒灯呢。哎，那我去他家搞一波。那你去他家放一波。上面练完了的。大的那个。这边练完了呢，练这个。来了，来抓来了。那不练，我去搞他家。你、我们抱团在一起，别给抓了。别给抓就行。往上面走。哎，来。点小路。啊，现在在我们的人。科技。科技。好漂亮。哎，那个龙妹啊！哎，算了。他那边扣的有点多。算了，练级。就练家周边的呗。先趁现在先练外面的。你那啥，抓你了，他抓你。我循环了。他现在抓不了。我交给十秒钟好。我们把部队集合在这边吧。没在那边了。好。不理他了，好像。来，抓他兵。来。好，漂亮。好，漂亮。追。我修好了。当 KOG 了。我兵有点多啊，退一下。这不好打呀。往回退，这波狗太行了。我就要上了。是几人的呢？人。打吗？
先生，你先小心点。嗯。再点一这波他妈的有点凶啊。打急了点，这波抓的时候我兵太少了，就四神狗。嗯，该这波应该怂回来。对，应该回来的，应该怂回来的。优势挺大的东西，就是这一波不该急着打。对，这波抓了，抓过去导致被那个被追了一波。对，这其实杀掉那个深渊，我觉得可以退了，是吧？主要他们倒过去哈。他有一个，他有一个大血，一个那个叫重生。然后我们打了一个催战和一个那个一个那个。不一个催战。要卖了吗？吼叫，对。不过吼叫打精灵也没用，他有爆的。对啊，没用的。我刚才其实攻狂也蛮快的，我已经二防了。现在你用那个常规，还是常规吧这个图。啊，我开始科技了。也行吧，也行。你练起了翻保里练。你科技的话，你给我点钱，我起商店。给点钱啊，给你木啊。给木。你到我还我十，算了，我手动，不用还，手动送两下。没事，还你吧。我也不缺这个。看你在这边。他们现在还是那个给资源给那个瘦子，让瘦子来拉出去。是瘦子刚才那个人口起码流失。嗯，我觉得我也可以这么给你。其实刚才没必要，刚才就是没忍住，再忍个两分钟就好。我觉得该那么打可以，就前期，然后中，然后那个那波不要抓，就不要想着抓，就是要么换。要么换家，要么就是归在家练。啊。先把那个基地点了吧。Oh, yes, I'm here and all.
科技在我家。是科技吗？是。我健身不在。健在我的，健在我的。我前期被查了两个人，有一点点。大 G 不能出去，还是大 G 出去又回来了。嗯，念你的吧。我回来烧的那个科技，电圣在你那儿。来练练门口，你练吧。去练你家门口。我天儿爆兵，二本爆兵咋算了？我觉得升三本意义不大，升三本我们最还是四点。你自己练了，你自己练了。啊，我自己练。我大 G 回去了，我看到科技蠢蠢欲动的要抓。中间这个时间不能放啊，我们还不如多到爆点兵，跟他们直接跟正面好打的。俺反正也没白留的，我升三本意义不大，就一个球。在你家电圣打三点钟，让他们来。电圣状态很残的，你可以去练。嗯。你再去你家赛季动了，这是。你大姐弄回去还是陪我练？陪你练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多方，搞他！大姐，你供了，是你的。嗯。TP 了，去练我家门口。我有点缺木，你木头多吗？多，我这一把不是基地了，又在二本直接打到死了。嗯，好。来练一下小弯。那个大姐，大姐。都在这边，把那个商店里。嗯，好，木头多不多？哎呀，等一下，我在跑路。妈的，大龟被抢了，没死。去抓他们吧。抓吗？确定？那走呗。确定，去吧。好我上面都买磨皮出来打了。行。在这上面。
按这两个别人。少歪少歪少歪。看着呢，我有无敌。不看。变身变身。啊好。掉了。小歪小歪。有一发 C 没？好好好。科技科技。下面有个剑圣，下面有个剑圣。好，打剑圣。打克多。我有个大雪。感觉要退了。哎哎哎，你得走，你得坚持，你走。看了。我操，我去。我拉走，我后面拉的。有技能没？有 C 没？有一发落，可以杀，可以杀。撤撤撤！先走，先走。哎，现在又买活了。没事，让他买。我这出头车了。嗯，我跟他们打一枪，跟他们打去了。我剩了20公里了。我刚才是伏兵，意外。妈的，干他们！我操！都秒那个什么 QG 什么的吧，来了就秒。快走！可以干，我觉得可以干。你小歪注意，小歪注意，小歪注意，打成整波。来那个杀他小歪。算了算了，位置不好。啊！杀杀杀杀！杀掉了！剑圣，剑圣，剑圣，剑圣！好，剑圣，剑圣，漂亮！漂亮！这个大屁股！你以为你屁股大，我就不干你了吗？又买出来了，杀剑圣，杀剑圣，杀剑圣，他买出来了。小歪小歪，好，好，妥了，我三级了。剑圣没血的，杀杀克多，没事，一个一个点进去 ，hold 得住。大气大气，留大气子。这么能买，他妈的，土豪！把他清四零了吧？练练练！我随他，我随他，把清四零了，把清四零了。啊，练！他现在没蓝的，强不了。差不多给你。嗯，看看。练大点嘛，练个大点嘛。啊、然后我小歪待会去回，我们练完大点，然后回家归一下，不急的，我觉得这盘现在 hold 住就赢了。小心剑圣，我去买个粉了。嗯，你去把粉买了。照一下对面那个大红的。哎，他们在这。练完你回家把那个我们家他那边的龟点练了，然后我去跟他换一波，刚好回家买药。Lord, please, okay.
哎呀，我去！他一个今天到五。没事，这里还有。你去收了那里的金。先生，装备我给你。嗯，不急不急，我去商店买东西。那我五节好，好，顺便后面挂机吧。我觉得可以打，我没上本的。那行，打也行。你刚买了个苹果，剩下两个苹果剩一共。好，可以。我就买个蓝瓶。好，咱们打吧。来。打奥克，奥克三店被我拆了。好。打的是保护呀，我偷车去。在基地吧，在基地吧。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先拆基地，就是过来过来，我们就回头。嗯。可以拆，可以拆，拆完了再打，拆完了再打。你有 TP 没？我没有 TP， 我刚刚 TP 过了。先拆没了。打断一下，打断一下。小歪，小歪。电脑。我追他，我追他，我他挺无敌的，挺无敌的。我扣上面了。没事没事 ，hold 得住。他们没了，小歪死了，小歪死了，小歪死了。哎，漂亮，大屁股，大屁股，有挪瓦没？支援一发。有有有，等一下，一秒钟，一秒钟。好，哎，我也太远了。好 ，OK OK。剑圣，剑圣，变了。剑圣，剑圣。好漂亮。妥了，赢了。好，妥儿。为了布喽，干死你哟！我靠。那个根本没啥用。这三本毛用都没有啊，他又不是白牛的，毁灭也不要，不用升三本，我靠，杀了九，我们加起来杀了11次英雄，刷英雄的就是刷英雄赢，刷赢的，这女娃太能买了，各种买，两次刷英雄，对啊，他那剑圣一直在那买，剑圣又买，小歪又买，好说不好说，他可能刚才他是二本 KOG 被打脸吗？他可以一本 KOG 暴兵弄你的。如果是 KOG 就挂机啊。啊，我挂机，然后我的确去陪 KOG 们，然后我钱都弄得给你。你小歪出来了就不怎么怕 KOG。我也是感觉，就是小歪出来了就不太怕了。对呀。小歪出来，狼骑出来就可以打，其实就只要兵够。对。二本的时候这样打，二本那个看到他们那个兽族如果出了白牛的话，我就升了三本，或者是你把一个那白牛赢，这样的话我们中期就是可以刚，如果他不出还可以升到三本。你升好了，我觉得你升三本还有直接出收益比较大。三本的那个主要三本UD主要是打那个白牛用的，这样一个球的话，我觉得不如刚才那种升一个。升攻，你升三本加一个球是600多嘛？你不如升一个二攻，然后还可以爆一个边儿，中期至少不会丢点。
这么难考虑的。嗯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说有白牛有 BS， 那你就升那个吧。有 BS 你就升三个嘛，这样又有毁灭又有球。我如果出白牛赢的话，我其实感觉打精灵，他有驱散或者有爆，白牛都不是很厉害的。暗夜这边。不，暗夜在我这，暗夜先从我这边过去的。哦。老师，我想着一 v 一分割的话，有白牛你不超打点吗？不用，有攻防也可以。行，那就按照你来。反正都打不过奥克，因为奥克是有精灵养的嘛。我们目标是拖住奥克，然后打死暗夜。有攻防就可以打暗夜了。你冰塔早一点。他那个狼骑太晚了。我中期的时候一个那个什么，一个力气在，我就可以牵制到好久。你早点冰塔。好。科技去你家了已经。哦，剑圣也去你家了。我现在过来。我选择挂机。哎，他可能要练级，这个大级。我跟你了。哎，去你家了已经。小心啊！我知道，来吧，来，你来我家，来我家。啊，我来了。杀不了我别人的，我觉得。来我家吗？啊，算了你，哎，你。我来了。我这个很，哎，就打不死我了这个。我给你主要搞，我再走。来，别动。好。那这咋可能打得死我的别人？啊，我去陪吧，我去陪你。先不练，现在科技也在这儿去找我，一起陪就好了，陪住奥克就行了。大家不练的话也不亏嘛。嗯。啊，等小白出来再练就好。OK 的。你小心啊。我去精灵家里转转吧。爱在我这儿。嗯。女叶出来一只，我看他有没有升二本。哎，他没封家。哦，没升二本啊。装逼啊的女叶。哦，好，在这儿练。嗯、好。双逼啊的女叶，那就是要要那个搞我们了。我估计是大女的这一把。对，也有可能来踢啊我，不过建筑学还行，待会你兵不要太少了就。我这建筑学专门防踢啊。你小歪出来了。小心点，这边有点多了。忍住，要学会忍。科技在这里，你去练这，可以。没有，女人守在我这儿了。我不敢练，他分了一个女的走在我这儿。没在。他没有，他女的走，他分了一个在我这儿。抢到了。还有粉，你看你了，这个我不敢去了。好，看你了。我走了。啊，行，我抢到了。好，漂亮。妈的，被惨死了！还好一级的，可以接受。还练风矿了？哎，没有，还在过来跟我们。嗯。练风矿了，应该是。那我们也练。他那这里留了一个女的时候来蹲点的。可以出来了，没事。我小王快到了。小王出来就可以了。那是五个人说。
你待会不管啊？不用管。我自己练去了，我这输出多，练得快。他要过来抓你啊！你小心 ，Q G 过来了 ，Q G 过来了。那我走了，那走了走了走了。那剑圣可能我们这练好手，随时会来的。我现在过来，我小歪过来了。哎，我靠！小歪没劫，哎呀！哎，完了完了。哎呀，这他们这个套路习惯的很。真是三级的。没事，怂住，怂出一片天。练吧练吧，我们兵现在这么多也可以。练这儿。抓的，如果练那可以抓的。嗯，往上面走吧。应该在脸。没有没有。没有。啊，我脸上垫了，我脸上垫了。嗯。快打我！哎，那在单练小歪的，在单练小歪，我们练吧。练吧。剑圣没蓝的，要抓我小歪，来这个我家，来我家练我家雇佣兵，顺便把他抓一波。往上面走。小歪二级，单打。哎，那个能不能发 QG？ 你变一个吧，随便变个女的走，留一下。哎，他这里应该是丢矿了，但是他们那个打法应该会丢矿。嗯，来我们练三练。练雇佣兵。好好。雇佣兵。收了一个宝。拿金银鞭了没有？我是他们呢。哎，你小歪，小歪，小歪。我坚持。剑圣很危险。他强行杀我剑圣去了，没事，我一级剑圣，拖了很久。来练这个，练这个，看能不能练。他看到了的，有个精灵在那挂着。不练不练。往我们家太跑，别练了别练。精灵来了，可能要决战。守住这里。我应该在拖。我这有个蓝皮儿，算了，我自己拿吧。你自己拿，我现在没用。他在练我们家门口。我们练吧，练那个实验室的。他在这儿，这儿。可能会被抓。我勾过来的嘛。嗯。来了来了。来了。回来回来回来！哎，我去，你走偏了，我把你留了。靠近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没事，我太远了。靠近死。我觉得好像还可以的。
先生，你先生。嗯。哎呀！哎呀！我有点卡了。回来吧，回来，静下地动，静下地动。再等一下。哎，我鬼面差一点儿，好，但这一波好好的。没办法，没有了，不好杀的。他身上有大水大无敌，我看了，还有个大水。叽叽叽叽。哎，其实这一波应该那么打的，我 TP 到我家，然后你给我全，我再买个球 TP 到你家。我三发好了，叶哲没办法，没有球，没办法回去。要踢这个图，没有别的打法了。反抢到中间，谁抢中间谁赢吗？抢中间赢一半，也不说就赢了。刚才那种一来两发伤还挺亏的，我觉得倒了两下。嗯，他们刚才那种嘛，一来跑到我家嘛，残了两下，残了两下，其实他们不赚，只要打不死兵就不赚，我觉得。对呀、啊、这 KOG 前期每一发残药都很重要。 我等会儿给你木头，你做二本呗。好，我做二本。我拿的那个毛病都没有呢，木头。小歪有了就好打。我们一本不跟他们拼，一本就赔，反正中间大点 不要丢就好。就好了。还有木吗？再来一点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够了够了，不用了。啊，够身份。好。他不来我们就练。
来了，在着好。你想吧，你想，我就不来了，我演个戏。我抢！哎，我去！站重叠，他是重叠的还。哎，我们练练他，如果他过来刚好。哎，不用啊，给他砍，我的 C 浪费的。来，我们去练另一个。再拉一个骷髅去瞄两个。哎，不管，我们练。这里有个那个。打不到。小心你。他是不是 DH 啊？我怀疑。我真是 DH。他没蓝了。你还有粉的吗？我有粉。我真是把他打跑了 ，DH。你待会绕两圈，然后往我这边绕。DH 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兵拉出来了。真是有蓝的。不要招骷髅，或者招了之后小心点。来了，真来了。好，围住了。哎，围到了。到了。我把别人拉出来。好，拉出来练。哎，你这个打不。我回下去。蜘蛛小心，蜘蛛。再走，再打醒了。还有矿的吗？不确定。没看到。看到。贴药膏吧，你身上有药膏。嗯。我去练我的分矿。好，我第一次逛完圈。DH 的话你三本打吧。算了，这个图要先二本爆兵。哎，来我的。不用，我自己干的，他干不过。好，抓了个女的，你看住中间，别让他练掉就好了。再练，刚开拖得住吗？第二拳，他挡墙面的。好，我来了。但大点他练不下来，小点他可以。那行，那可以，我过来了已经。嗯。来干。干边儿。好。可以。干边儿行。干点。点血。来。再。好，回去了，可以。剑圣没来，干兵。卡一下位。哎呦，好急！哎，完了，DK。给你个加速！哎呀妈的，太远了。哎呦，完了，这不完了。我立起来了。剑圣，没蓝的应该。还有一发蓝。我这打得过。剑圣，天亮了。来弄他。弄的。好，漂亮。小心别引到中间啊！
我知道。哎，小薇，小薇。哦，哎，卡收尾啊，不是。没事没事，我狼切到了。算了算了吧，不追，电击。他出白牛了。嗯，你三本毁灭，要支援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直接升。把双剑了吧？他们死了两个英雄吧？嗯，实力只要剑圣死了，直接先打大怪。哎，小歪小歪小歪。没事没事，妥。我两个狼骑，他再过来就干了。打中间那几个点都进了，打了大狼。好，不错。我去看一下他有没有矿。大狼给你了，我不要。先练级。把这两个点练了。嗯，没矿没矿，妥了。你三级了就让我单练。我二级的，你先单练到三。一起练一起练，没事。没事没事，你先单练到三一样的。真开心。会再练红点。抓抓抓，我删了，有大蓝。看一下有没有，有。好，来看一下，不过大的已经打完了，可以抓，只有一个。他没 TP， 没 TP 的，先他休息的。叠取叠取，先他休息，叠取叠取。啊，叠，好。好打呀，打别人吧，先打别人吧。嗯，也行。刚好他，嗯，你点小路，我扛 out。好。刚好他爆完之后，我身上有个蓝大蓝。好，这边小路点的快得很，他不敢过来的。我就跟他拖住，给你点小路的机会。我跟他拖出去了，反正我帮他过来。看保存了。嗯，好的。最后一发治疗波了。我有个蓝旗，剑圣，剑圣，剑圣。好。好。好，漂亮。漂亮，漂亮。小心力去啊。嗯。叠去。好。没事，我那些死就死了。嗯，死就死了。还是没球了。杀小歪，杀小歪。好。漂亮！叠去，打跑他也好。小鹿，小鹿。一个个追吧。打能打到的就好。后面全部都苦攻，后面一堆苦攻。我这些复活就有球了。嗯，好的。这里有狼蝎，狼蝎，狼蝎。网了。好。打完这波走了，打完这个狼蝎走。打完这波回去吧，回中间养吧。嗯。哎，这里中间有个大忌。哎，剑圣，剑圣有狼的，不理他，杀大忌就好。嗯，我卡一下。有点远。哎呦我去！算了，杀不到，杀不到。练吧。打着，打着。
你要木吗？我木都蛮多的。我不要，我什么都很多，我准备爆兵了。好、啊。我还想问你要不要呢？哎，漂亮，上面。他刚练完那个。他刚练完那个商店。那个商店是吧？哎，在这，他要去练这个点，抓。好，抓。哎，看能不能打。可以打。哎，来，杀你 DK 刚好，我给你个无敌，给你重生了，别怕。看，我飘毁灭了已经。好，上。直接追上。追，乘胜追击，一克搜。大英雄把 DH 先把他重生再打碎。好，晚了。飘技能杀吗？飘技能杀吗？杀不到，我没办法杀，你试试。我杀他，剑圣，好的，妥了。好、啊。哎呀，强行逼到2-2。不错。忍者神龟，他妈龟息术。术。雪拳中间是。雪拳，那我坚胜了。你待会你还拿苦侦查吧，我给你木头就行。我知道，你待会给我木头，我这肯定要侦查的，几张。好，直接就看到我了。嗯，应该是。我有20木头，我直接把那个冰塔给扔了。冰塔找一点。我直接把冰塔给点了。我有点虚的 QE 了。我剩下的木头就全部给你就好。好的。他在那个，他在这里，经理。看到。奥克在我这边。你要不理练这个数？我现在不敢练，我先去抓他。中间。到我这儿。来，还你木。来抓着这个大 G。你不在是吧？我抓不了，我陪 KOG 去，他去你家了。你陪住他。他去拿上农民了。没事。没有。What do you want? I am yours.
你小心点啊，他要枪杀你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走了。我就有点虚，真的。没事。他刚手都抬起来了。搞着大计。啊，我知道。哎，腰刀没抢到。哎，抢他我。你走，你走。我应该死。换了也不亏，200换170。哎，我靠，但是找不到了。啊？妈的，找不到了！我靠，没换到。Sorry，Sorry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妈的，加速太屌。刀剑还有一发闪。啊，漂亮！啊，飞龙探云手。见过，见过没有？龟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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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龟息术，龟息大法。出来了，我跟你没合计呢。嗯，脚歪出来这里。啊，干嘛？又闪光还是？走吧。你可以练你门口的这个。啊，我练点小点。这个这么小的还是可以练。反正我大机不出门了，啊，科技在我这，走了。我跟他们要练个泉水。对，你练完，如果他们在练泉水，你就去练中间，练商店。我上面我自己练呗，我自己拿棍练去。他在泉水，只有瘦子在，不过。还有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没事没事。你大。飞龙探云手，你都敢练级？看死你！哎呀，你太脑，二级了他。我也二级，还好，经验不够。抢了个三级怪，我速三百头这一把。好好速。他要来我家这边了，你要不，你也往我这边靠吧，往这里去吧，这里，我小歪要出来了。哎哎，他包里小歪了，来包里小歪了。嗯，打。打 KOG 吧，先把 KOG 打吧。啊。等上等上，他 KOG。等的就是你。啊，继续。来抓兽族，或者自己练。练吧。好。练吧，练这儿吧。好，你去你去，我买点药膏就过来。你先让 DK 升级，那个啥，剑圣现在才两级多一点。我操我操！哦，完了！我操！哎呦我死了！哎，别在后面。嗯，看看。我要不 TP。 别，反正不能 TP 啊。你 TP 我就怪了。可以换吗？他杀我们一个，我们也能杀他一个。你先生看到往家里跑，往家里跑，我穷马上过来了。好，往家里跑。好，往你家跑。还行，只被抓了一个，亏了一个，亏了一个大计。十秒钟那个球就好了。你有100块钱吗？有。其实我很。这好少啊，他。其实我也很穷，我想，超穷的。来来来，练，拿着球好了，练家附近还是敢练的。你家是方便吗？
我回去吧，你去练吧。那我去练，我去练。你有 TP 的，你练就好了。如果他过来，实在不行我就跟他打。他现在他应该那个暗夜就是暗夜换家，然后那个老师会开矿的。只要不让他们一家拖两家嘛，反正你现在也单挑也不太怕二孔。我是把左边的点少。来来我这来，来我这来。你能懂吗？我可能要使点东西，尽量走。小白，哎，小白跟谁？小白跟科多，他们这是要搬命的。这我刚好这边是有那个白牛，白牛有那个啥？鬼面。对，拖一下，对，你拖一下就好了。他们要过来了。小心那个大队精灵要过来爆了。嗯，没人就只能爆我那个。分开，对。我不想运动了，我就慢慢打就行了。好好好。没事，我就无敌了，我就无敌了。KOG 来，好死了 KOG。好看了，小心 DK。啊好，我小心 DK 进去了。稳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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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。这个电视能秒吗？来来来，干！能秒吗？干了，干了！我操！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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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挺无敌！啊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我操！哇、哦！吓尿哥了！这个能干吗？这个能干吗？来干！干！死！好 ，nice，yes，PPG。追，nice， 赢了赢了赢了，谢谢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！我靠，他妈的！这比赛把他俩给咔咔了。哎，看他漂亮。虽然对吧？虽然他们别看我们平时练习、平时玩的时候被虐得很惨，对，还是有。别以为我们平时是不卖萌的。对，哇！你看，你看他们那个资源。交换的资源，我靠，夸张！对啊，交换、哎、好难啊，好难啊，真的好难、啊！哎呀，一下就跑过去，交换了2000块钱。妈的！哎、你说这赚6000块钱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这太难了，不容易啊 ！Nice， 哎呀，为了部落！哎呀，只可惜那个蛋塔个人那个怀不上啊，联盟怀不上。对，这也有个技能，妈的，我们要让联盟怀上我们部落的孩子。